陈太太，食一罐物件吼，补完去啦。哦。啊，多谢啦！大概吼，拢让你走来装卡车吼，替我做事，啊实在吼，真歹势啦。啊吼，啊，这是我一点啊心意啦，害羞啦。安尼就够啊啦！我看你哦，无啥物泥水，写字哦，啊，你去买一挂牛奶粉，够米糊饲囡仔。啊，多谢啦！啊，第五天啊，这老年婆啊，我无啥物命啊。陈太太，啊，你爱食较好诶，安尼囡仔哦，才会当食饱嘛。哦，好啦，我知我知。那安尼哦，我先来等啊，啊，托仔时阵吼，我会过来看你。太太，唔免啦，你得快休困。多谢。哎呦，三伯，你啥啦？你人无爽快是无？我无代志啊，可能是拄只苦小久。哦哟，阿先来等啊。我的脚踏车，敢是弄到这粒石头，才害我几个人摔出去啊！亚明珠，你有听到吗？明珠，亚明珠，明珠啊！明珠，亚明珠，你有听到吗？明珠，明珠。那不是应该找到我，无得卡，我就死在这。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是由我熬炼落来。放心，我去，我也马上回去啊。无心嘛是冷的，胸襟的力量真正是大个。安尼就真有可能，是徛暗路的时阵哦，无说会去弄到石头啦，
啊，人一紧张哦，就会抓东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你的路死早就送去啊，所以人啊才会落，才害你这么严重啦。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。